在冠名赞助版上签下大名，台湾职篮 T1 联盟与静电视跨界合作，透过强强联手带领篮坛迈入新时代。静电视静心轮来跟T1 联盟 来一起接合，来鼓励哦，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篮球呢，它的发展哦，将来会更蓬勃。静电视在2023到2024赛季冠名赞助 T1 联盟，会长钱维娟也透露，联盟规划不只要培养球队，更要透过公益回馈社会，希望借由打造更好的篮坛环境，让职篮向下扎根，也带领台湾篮球走向国际。我们除了看球赛以外，很多人是看门道的，那必须要有一些更专业的一些分析，透过一个新闻的一个媒介，让更多人更了解跟更知道，不管是球员的生活或者是球赛的内容。T1 联盟迈入成军第三年，现在多了静电视跨界合作，透过新闻带给观众第一手赛事报道，未来还有深度专题分析、体育节目规划，势必让 T1 知名度更上层楼。我们这个 T1 是很年轻的一个联盟，那又在我们年轻的前会长的他的这个领导之下，我相信我们这样的一个合作一定可以这个可以带动整个社会对我们篮球的这在更风行了。双强合作除了追求专业价值，更秉持公平、公正、公开三大精神，要成为媒体、职篮两大业界的领先角色。经济新闻徐嘉瑜、嘉伟采访报道。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尽善尽美，尽好新闻。